找啷个都不多，就是一冲冲了，一缠的多，骗了骗的，看到手软了，太多了。你上回很多朋友说我们把一冲冲挖完了，我你看二挖绝没有？你刚刚爬起太累了。我天天爬起不累呀。你爬起不累啊？嗯。因为还是没把它扯绝，还得多得很，大根得很，只是开了花起台了，冲冲全部都晒干了。它那个冲头袋里面，它第二年它又会全部发出来。冲头弄哎，开起回去炒肉，它这种大的哈。你说吧。啊。人家扯过的好冷，那有两窝一冲出来没有老，还可以扯回去吃肉。哎，这几个冲冲哎，长得矮比比高的都没人家扯过，真是一大的。那些山山高啷个都不多，就是一冲冲了，一缠的多，骗了骗的，看到手软了，太多了。你知道大根的去看，小的去给它留个种，明年子又好来扯。好了，开了大一把。哎，走起，走喽，回家喽。啊，你把我的眼睛蒙到了，看不到。慢慢吸出来。我给他看了。那确实不。我们再切两节香肠，还炒在里面。我们再给它切两根青红小米了，是烧火。嗯，好甜呐！走了，我们把香肠倒出去。他那个鸡精准备起锅了。来，哦。啊，多冷的呀！真辣头。好冻手。你刚刚说面太太热。你吃哪个吃什么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干了这碗饭。看，吃。太香了。你好吃吧，不？好吃，好吃。